王贝，王贝。翻将，翻将，有路先取，翻将，翻将，翻将，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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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，上上了，那张圣王神片，那张圣王神片，有圣啊，新增加的四尊神将呢，武圣神将，武顺神神将，护印神将，还有可能持剑神将啊，什么剑的神将，还水户壁宫啊，阵容庞大，柳云大天殿神，还是阵容庞大。武圣神将，还有武顺神将，还有慈影神将，还有护印嘛，护印神将，持剑神将，新增了四尊神将，庙里面也有新增四尊神将，新影王宫庙同济宫，四年一次绕境活动，盐水户壁宫有参加，有人在天内也参加，新营的龙圣宫、龙虎宫、天恩堂都有参加，天后宫、五祭堂都有参加，万道堂、太阳宫、镇安坛、玉音寺、慈云坛、都有参加，龙安湖也有参加，好多庙都有参加。济安宫啊，这大庙，真武殿的大庙，镇南殿的大庙，都有参加庙庆活动。新宁太子宫也有参加，仙龙会、仙龙观呢，太子宫做庙庆仙龙观。柳云盖天殿阵容很庞大，连水陆地宫阵容很庞大，玉音寺、慈云宫。这门都很庞大，那这门大，还当圣门，当圣门的神将，黄继光，还当圣门的神将，黄继光，还当月当最强，还当圣门神将。我太子爷宫的神将是六角石，干木，要进活动的，要经过了六里街，第二天绕境主要都在庙的附近呢。你看，盐水户壁宫了。提灯笼的嘞，还有挑那个花篮的嘞，提灯笼的嘞，可能，那位真神慈悲，干木，干木呐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就给这物件不。